我们捞了点勺的，放哪儿？放这儿，放这儿。慢点啊！咋在外面上课了？窑洞里面又掉下土坯了，我怕危险，不敢让他们在教室里待了。啊，这窑可有年头了，早该修了。我都跟村委会说了好多次了，可是村上没钱，这要是万一有个好歹，我可是交代不了。是啊。 下来考察过了，人家说那个学校的重新盖就是决定的一半钱，哎，剩下的一半让咱们村委会出，咱们村委会账上的那几个钱，哎，连个水泥袋袋也买不回来。他不行就到教育局再跑跑一跑，该跑的地方都跑了，一说要钱，好吧？哎呀。 你们是不知道人家那头脸，哎，我是老了，我跑不动了，谁想跑谁跑啊！我倒是有个办法，什么办法？那村委会贴出个招贤榜嘛，谁有本事盖得起这个小学校，那谁就当这个下一届这个村主任了。你觉得咱们村能找出个花十几万盖学校的人啊？人家凭什么白白的往出掏钱来？除非是个愣货。就是了。 咱村子学校要他呀，看到娃娃们可怜的，这日子里上课呢，我想出几个钱给修一修。修学校？嗯。哎，那是村委会管的事儿。哎，你操心。张老师问了，村委会根本就没钱。你倒是有钱嘞，你出钱修学校，你算甚嘞？哎呀，我这不是跟你们商量了吗？看你这一惊一乍的。 你们吃吧，老二困了。自从嫁到你们家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我多会儿松松快快花过你们家一分钱？可是你妈了，今天这家窑洞塌了，明天那家买三轮车没钱了。 谁来了都能借上钱，那钱有还的了啊？心疼这个可怜那个，到头来那钱呢，还不都是有去无回了？今天倒好，又要修学校呀，我这就闹不清楚了。你说这钱要是不给咱们也就算了。 你爸身体那么不好，吃点啥药都买最便宜的。我也不知道图个啥。妈，这不也是在跟咱们商量呢吗？那商量的事多了，咱们家人他听谁的呀？你妈是个圣人，你不知道，自己定下的道道几头牛也拉不回来。 你呀，别怨咱儿媳妇儿给你甩脸子，她委屈啊。哎，咱家现在啊是挣点钱了，可咱们苦日子过惯了，家里边上上下下的恨不得一分钱都掰成八瓣花。
你可倒好，成天拿着钱了给外人，你别说是彩霞了，我就不高兴，还得铺好了睡啊。 拼死拼活的，还不知道给谁干。小梅，爱飞婶儿，啊，去哪儿了？咋不上课了啊？村上怕危险了，让娃娃们停几天课。 停到什么时候啊？什么时候村委会选出新的班子来，什么时候要下钱就能上课了。哎呀，这钱要是要不来，娃娃们也就放了羊了吧。我倒是给娃娃们布置了作业了，有什么不懂的去我家找我。这学校修一修要多少钱了？这修一下，咋还得2万了吧？2万。 要不，我先垫上这个钱吧。哎，快算了吧，这艾萍婶，2万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了。你挣的钱是那大风带来的，到时候要不下钱了，那你可咋呀？哎呀，以后再说了吧。咱得让娃娃上课呢吧？村委会都要了那么长时间，那钱都要不下来。行了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你二舅不是工程队的吗？你联系联系他，说好了，甭扒两下就把这点营生给怎么做了，娃们就回来上课了。 哎呀呀呀！艾云婶，你这痛快劲儿真像个大姑娘，怪不得在外面挣大钱呢。你还着我呀？我都快50岁的人了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呢。我可知道这冒文化的难处啊！每次去结账，我就这，嗯手印，丢人。婶儿呀，这可不是个剩男事啊！只要你有时间，我教你。真的？我这岁数。 还能学会？能行。大家安静一下，团体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大会现在开始。今年除了几个候选人之外，我们请示并征得了镇上黄主任的同意。 只要是能给我们村办好事、办实事，能带领我们村共同致富的人，那都可以参家选举啊。那要是有人给咱村里垫钱修学校，这算不算是办实事、办好事了？能不能参加竞选了？当然可以了。那你说，是谁要给村里边修学校了？是咱村的大能人段爱萍。 爱萍婶儿，哎呦，是你呀！爱萍，咱俩要出去修学校了。哎，我看爱萍这个人呀，说出来就能做出来。哎，问题是他大字不识一个，当村主任。现在还是有文化嘛，文化礼尚大伙挣钱了。黄主任，你看这，我们已经征得了镇领导的同意了啊。 那我们就请段爱萍上台做选举讲演，大家欢迎。哎，不了不了，我没上可说的，爱萍婶上去说两句吧。上了上了，去吧。哎，整的我没上可说的。哎呀，他不，我是宣布要出钱修学校，可我出钱修学校。 是为了让娃娃们赶快回来上课，不是为了选从众人。我这个人说一不二，吐口唾沫都是钉。我说话算话，就这，我说完了。好，打精髓，爱萍。好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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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么多人喊妈的名字，那说明妈的人缘好。人家要选，那就当了嘛。放屁！你以为人家真的选你妈呢？人家那是往出套你妈那俩钱呢。你还上台演讲当村主任，你以为那村主任就那么好当的？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答了？是人家他吗？哎呀，你不是也吵你叨？娃娃上学是件大事情了。我说的不是你修学校的事情，是说你当村主任的事情。你就是那个那个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看把你急的，少抽两根，放行吧，我不倒，该干上就干上吧啊！我去高平，走一趟货。宝宝，奶奶走了啊！哎，拿上杯子。写个字吧。呀，哎，这事儿，瞧，我帽子都给忘了，你就挨个手印吧。刘波，你把村委会的公章先收起来。段爱平干不干还两说着呢，你把这公章一交，眼下这工作咋开展了吗？就是吧，你即便不干这个村主任，那你还是支书呢吧？再说了，就算是交接，那也要履行个法定程序呢吧？哎，村委会出的这个红坨坨，穷的剩也没有，还有剩交接的？老刘，那天学姐啊，那么多聪明人站起来支持我，哎呀，我当时就想，我要是不干，还真对不起他们；我要是真干了个村主任，你说我能把村里的事情办好吗？来，你来来。这个字念是遗漏啊。这个呢？二了吧？这杨妈妈字我还是认识的。你回来，这是个甚字。这是甚了？不认识了吧？这是个干字，干活的干。不识字咋了？我不是照样做买卖挣钱了？急什么？你说你连干字都不认识，那还咋干嘞？那干不好不让人笑话嘞？整天
就想着干，迟早有一天就累死。记着多喝点水啊！这给你呀、啊、放了蜜来，到饭口就吃饭，哎，别硬扛着。嗯。哎呀，你急甚嘞？你就记上。嗯，记得。就是。你们干甚了？我是给段主任来送公章来了吧？哎呦，我答不了。再说，我也不想答，你们还是选个别人吧啊！咦，你以为那选举大会是闹耍耍了？那是法定程序了吧？这里都备了案，说不干就不干了。爱萍姐，大伙儿为甚选你来？就是信得过你。你要是不干，大伙儿咋办嘞？哎呀，我真的是干不了，我没文化。还是找村里有文化的人干吧，哦，对吧？哦，我知道，你觉得自己不识字啊，怕人笑话。可是你有热心呢，啊，爱帮人，你把村里人当自家人。爱萍啊，夏秋萌选你打村主任，你有这个能力，你一定能干好啊。就是，爱萍婶儿，你干吧，一定能干好。我不相信你，你好好干，好好干吧。干吧，干吧，干吧，领下我一块儿干吧。啊！公章，账本。你们坐了吧，坐吧。这就是咱们村的所有家当了吧？咱们村穷了吧？说实话，在座的都是我的老师，我有甚不对的地方，你们就直说哦，千万别给我留面子。家有千件事，先从井上来。大家选我，是因为我要出钱修学校，对吧？所以先把这个事儿办了。这件事办好了，我就继续干。办不好，我就闪腰带带搬家，滚蛋！这学校的事情吧，哎，兰英，咱们俩明天到镇上跑跑呗。信吗？以前镇上不是答应过给钱吗？要是真给了，咱们啊就棒棒两下盖了个新学校，你们说怎么样？新学校，新学校，这镇上。倒是说给我们解决一半的钱呢，但是要盖新学校，那资金的缺口可就大了吧？这钱的事情你们就放心吧，我就是讹也要讹回来。我答应修学校的2万块钱，我带来了。镇上的钱跑下来了，要是不够呢，就用这个顶上；要是够了，这个钱就放在村委会，就是村委会的钱了啊。对了，我已经告给小梅了，去找她二舅。差不多，咱们就开工。段主任，你们刘叔让你回去一趟吧。他没说剩啥。剩也没说，反正可着急了，快走，快快快快快。哦哦，我回去开开就回来。快走快走。哦。哎呀，出剩事儿了啊！啊。大成两口子要去太原来。哎呀。去了吧，又不是没去过，那么大人还怕丢了？可把我急的，我还是出事儿了。啊，去了就不回来了？那带着娃在那儿打工了。带着娃娃？哎，咋就想起个去打工了？你说来。妈。妈。有个朋友在太原给我找了份工作，工资给的挺高，我想。这是彩霞的主意吧？是我自己的，我想出去闯闯。什么时候走？你要是同意，我今天就走。疯了，今天就走？
彩霞，想走就走啊，年轻人嘛，出去闯闯也好啊。要是不想干了就回来啊。哦，来，抱抱。啊，奶奶抱抱。啊，彩霞，娃娃留下，我跟你爸爸照应着。不用了，妈。我爸身体也不好，再说你又当了村主任，哪有时间照顾娃娃了？给我吧，娃娃还小了。大成，时间不早了，走吧。妈，那我们就走了啊。绷子，哎呀，大客车要结了吧？村委会的事儿能报销吧？村委会钱就不是钱了，那更要省着花了吧？哎，行了，走吧。你和那保安说上来，你们认识啊？不认识，问他点事情。一个保安他能知道个甚？哎，你可别小看这康蒙的，他知道的事情多着了。他说了，镇长上午肯定不来了，等也白等。哎，他还说了，镇长开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，桑塔纳。哦，对，他还说了，镇长下午一准儿来。把这车给撤！你们这个算数，他急啊！我们俩跟他签合同就给他开工了，我正担心那钱要是到不了位可咋办？我现在已经开始给他垫资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周队长，你就放心了吧。那段主任一回来，那钱就到了。爸，听说大成他们进城打工了，走了，把个小孙女儿也带走了。咋平时也没听他们要出去吗？说走就走了？我知道这是娘儿媳妇的主意，人家对我有意见了。哎，你说哦，这平时跟他们住在一起，有的时候吧也有磕磕碰碰的，也不觉得事儿。可这回人家走了，我这行李吧，真的是空落落的。你是不知道啊，这几天晚上我睡着睡着就醒了，想我那小孙女儿，行李真不是滋味儿啊。段主任，你看，你前期给的那2万块钱已经花完了，人家把主料拿来了，
等着结账。这个铁正里皮了，过几天就打过来了，再等等啊。段主任，哦，你看，一封定金没拿给，人家就把料拿来了，也很给面子了。如果再付不了钱，人家可是说不卸货。缺多少了？哦，4万5。你等等。哎，段主任，你看，咱先把这合同签了。谢了。来，给。用我的笔钱吧，来。周队长，这样吧，这个合同啊，先放我这，我再看看。明天早晨我就签好了，给你送去吧。我先去给你拿钱了。行行行行行。哎呀，你们的主任啊，可能干了。哎呀，就是一个人不成了。咋就这？老刘，哎，老刘，做甚啊？签了。又拿钱做甚啊？修学校了哇？你不都拿2万了？用完了。那你还多少啊？5万。是。5万。哎呀，写垫上了吧？等挣上钱来了就还你了。我去，人家等着用钱了，送材料的人不给钱，他就不卸货，你说咋办吧？我，哎呀，我都答应人家了，说话要算话了吧。这是剩了吗？钱嘛，咱媳妇的柜子里。我就知道你有钱。咋不是合同？在哪儿签字了？在这儿签了吧？对不啦？你咋会写字了？什么时候学会的了？啊！行了，别瞪着眼睛看着我了，赶紧给周队长送去吧。哎呀，哎，对了，蓝英，你给郑林打电话问问呗，修学校钱什么时候能到？我进趟城啊，进城干啥了？我们家老刘昨天晚上咳嗽了一个晚上，我带他到医院去看看。别人咳嗽多长时间了？哎呀，断断续续，有1年多的天气了，严重不？
从片子上看，应该是肺炎晚期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建议您尽快住院治疗吧。大成，你要有时间就回来一趟吧。你爸病了。生病了，严重吧？医生说，肺癌晚期，回来看看吧。妈，你先不要着急啊，我马上就回个。我这不是好好的，娃们呢都忙，你把他们叫回来做甚呢？这医院的也是，动不动啊就让你住院，这药水一瓶子接一瓶子的打。这得花多少钱？哎呀，爸，您就不要考虑那钱的问题了，放心的住啊！啊，是了，别想那么多啊，喝水，套了啊。这电话响呢，没事儿，你想接嘛接嘛。喂。玉龙，上回了。哦，信了，挂了哦。你妈，我现在比那当总理的都忙了。那村里有事儿，你就回吧。回去。把这给你爸打开，成了哦。那我就走了哦。啊，回吧。镇里的黄主任来了，说要开会，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哦。现在只能保守治疗了。妈，咱们要不换一个大一点的医院，看看能不能手术呢？大夫说了，已经请大医院的专家会诊过了。太晚了，不能手术了。爸，这没多长时间了。多陪陪你吧，哦，回去吧。都快盖好了。哦，你仔细看看吧。是。人家王干事是看你的面子的。行了，赶紧去拍吧，留个纪念啊！哎，去！你妈的，
从小就受苦，他是吃百家饭才活下来的。我知道，这些年他是在报恩的。你们不要怪他，你妈这一辈子还不容易。爸，你别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我这病啊，不行了，我就是放心不下你妈呀。你妈要给咱好好学，多多学，将来考上那个好大学，也能给咱们樊地丛争口气了吧，好不好呀？好。哦，景铁呀，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，我跟正盛的陆宝集团呀已经说好了，给咱们丛子100个用工的名额。大家跟在外打工的孩子们说一说，让他们都回来了，谁要是愿意啊，就到丛委会去报个名，下个星期就可以上班了。是化疗的钱，我给退了。这是咋闹的嘛？你赶紧找大夫，把药给我挂上，快去啊！不，你别怪他。你呀，就让我做一回主吧。老刘，我不行了，这不花这冤枉钱，我走了。以后就没人给你记账。记住，给自己留点养老钱。你不能走，你不能留下我一个人，听见没有？学校建成了，你得回去看看的吧。你不是一直惦记着吗？今天学校开学了，王萌可高兴，我给你录了像，你看看啊。你看看，打开。我不好，我没好好的照顾你，把你的病给大哥了。
你们看，这镇里要搞匆匆通的文件已经下来了，咱们就可以开始行动了啊！我是这样想的，你们看这咱们村吧，是高低不平，一到下雨啊，住在坡上的老人连门都不敢出，就怕吃倒。我已经想好了，镇里头让搞匆匆通，咱们搞的个户户通，顺便再把路灯给安到他们家门口，你们说咋样？那当然好了，可是这镇上给不了那么多资金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。你们看这回能不能从各家各户收点钱了？各家各户收。你要是发点钱，我看问题不大。这要收钱，就是呢嘛。现在在家的都是那个老人多，他们宁愿走这个泥洼洼的路，也不愿意花上这几个钱了。那就算了，抓紧时间，蹦跶几下把路给修了啊！把路灯再安上。说了半天，这钱从哪儿来呀？有句话咋说了？车到山前挡不住。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娘啊，说怎么就听着这么别扭呢？段主任，段主任，您快看看去吧，这赵大娘晕倒了。是啊，赵大娘晕倒了，您快看看去吧。我刚好路过，见赵大娘在医院里头躺着了，这不前往半天才缓过来。哎，就是老了吧，活动的早上忘了撑晕，一出门，眼睛喝酒跌倒了，声也不知道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看看麻烦的你们还有，哎，这还不如嘎嘣一会儿跌倒死了也就省心了。哎呀，可不敢瞎说了，这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啊，今天要什么人发现赵大娘扭歪了？是了。年轻的后生常年不在家，村里像赵大娘家这样的情况，那可是不少了吧。咱村应该盖个养老院了。哎，咋了，主任？我现在就去镇上跟镇长说这件事儿。玉龙，你赶紧回去写个报告，给我送到镇上去，我在那儿等你吧。哎，还有，雷英，你赶快到实地去丈量一下，看户户灯到底要增加多少钱了。我介绍镇长跟他一块儿说。就这吧，我走了啊。哎，这段主任可真够厉害的啊，修路的钱还没解决了，又到盖养老院呀。他可是真敢想啊。如果都来争取这个款项，这镇里从哪来那么多配套资金呢？镇长，你们的难处我知道了。既然镇里资金短缺，那这个缺口吧，就我们村里自己解决，行吗？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想跟你说说。哎，你说吧。你知道我们村里的这个年轻人吧，他们都出去打工了，家里吧留下的都是孤寡老人，常年没人照顾。说句难听的话，有一天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啊。所以我们村里吧想盖个养老院，啊，这样在外打工的娃娃们也就放心了吧。你这个段爱萍啊，总能想在别人的前面啊。你先写个材料给我，我们呢上午研究研究。哎呀，材料已经写好了，说话就来了。到了。哎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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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了吧？好了，好了。你们这是里应外合呢，啊啊！见镇长一次不容易啊，所以就把事情一块儿给办了吧。啊，好嘞，你们呀，回头等我电话吧。啊，行了。啊。妈，你们回来咋也没说一声啊？妈，回来了。哎，爷爷了，啊，爷爷呢？啊，爷爷上幼儿园了，他姥姥给看着呢。啊，小东西长大了啊，都上幼儿园了。
彩霞，坐一会儿吧啊，唠两句吧。啊，大成你也过来。啊。哎呀，有件事儿啊，我一直想跟你们俩唠一唠。那年我当了丛主任吧，不是把脚踏生意给停了吗？当时你爸就跟我说呀，你们想干是吧？我们同意。我是真不想让你们遭那个罪呀、啊。可到头来，你们还是自己出去闯荡了，吃了那么多的苦。我这心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你说他干什？再说我们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？是的。就是。妈，这次我们回来呢，就是想把你接进城。跟我们一起住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呢，我们实在是不放心。哎呀，不了不了，不麻烦了。自打你们结婚啊，妈就甚忙也没帮过你们。哎呀，这几年啊，妈这心里呀，就老有那么个疙瘩，觉得真的是对不住你们。妈，说声对住对不住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那几年我们年轻不懂事儿，有的时候不理解你，净耍娃娃脾气了。妈，不要往心里去啊。妈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妈，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回去吧。再说了，爷爷经常念叨起你来。说实话呀，妈真的是想那小东西啊。爷爷在幼儿园还好吧？哦，挺好的，又能吃又能睡。是吗？谁接送他了？喂，爷爷，你别挂电话，我让奶奶跟你说啊。苦劳。哎，是吗？妈，你跟爷爷说吧。哎，行了行了。爷爷，我是奶奶。奶奶想你了，你想奶奶了？想，特别想。哦，我在幼儿园学会唱歌了，我给你唱唱听吗？行了。生日祝你唱的真好了。队长，那咱们就说好了啊，你们这主务一修好，咱们从里面就马上开工，行了吧？行，三书记，您就放心吧，只要您的资金到位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了，这钱肯定没问题。赵主任啊，咱们那账上可是一分钱没有了，你上哪给人家倒回去了？看你说的，好像我净骗人了。那钱从哪来呀？现在咱们就去信用社拿钱去。上、啊。我们家里的网出拿钱也不是回事儿吧？再说了，干学校队的钱还能还给你，你现在又往出拿，到什么时候才能还完？现在咱村不是穷吗？可总有翻身的时候啊！想你了，想死你了，想死你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想死你了！哎，你们拉那么多瓦干什么？哦，咱们家那个房顶好几年都没拾到了，过两天雨季就到了，我寻思着拉点瓦，让几个师傅重新给铺一下。行了，谢院就行了，不用管了，回头我找人铺啊。走啊，进屋吧，我给你包饺子吃啊。走，哎，回家了。
啊，你真的想好不跟我们回家？你看，这丛里吧，一台子的事，我不能留下不管呀。再说了，你爸还在这儿呢，他活着的时候没时间照顾他，现在他走了，我得留在这儿陪他了吧？你们就忙你们的吧，我在这儿挺好的，你们就放心吧。10点左右，北京出现了雷雨，并伴有大风天气过程。瞬时呢，硕大的雨点是密集的洒向地面，夜空当中不时交加着雷电。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。这次的降雨自西向东，先后影响了北京中部及南。奶奶，你啥时候想我，你就给我打电话啊。要是奶奶天天都想你，那咋办啊？那就让我爸爸给你多交点电话费呗。啊，行了行了，哎呀，看我这宝贝孙女。妈，哎，就送到这儿吧。行了，走。哎呀，爷爷，奶奶给你打电话哦。跟奶奶再见。再见再见。大山。爷爷。妈。大成，这事儿啊。你看我跟大成平时也不在家，这点钱呢？你就自己看着买点剩了啊！哎呀，不了不了，彩霞啊，不了，妈。妈妈再见。妈，记得把那马铺上啊。哎，知道了。昨晚大家都看电视了吧？看了。哎呀，那北京那雨水大的把那个汽车都飘起来了。就是。哎呀，那雨下的啊，要是能给咱们村分点就好了。天气预报可是说了啊，今年全国雨水都大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咱们这儿了。没事，咱村都20多年没下大雨了。是了，没那么邪乎。哎，那个说不上，53年咱们这儿下了7天大雨，山上的洪水下来，把南沟子村几十口窑都冲垮了，死了100多口人。听见没有？老书记说的对呀、啊。所以眼下呀，这个抢修泄洪渠是最当紧的事情了。镇里已经来过电话了，让咱们赶紧开工。那镇上们说咋的个修法？镇上说了，水泥、石料这些材料他们出，施工人员从里自己解决。哦，要不少人了呀，这大了呀。这工程量可是不小呢哇！这村里能组织这么多的人？我已经想过了，这个事情啊，咱们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，有事儿该上咱们就得上，你们说对了吧？那是了，肯定的吧？那行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。自从吃了你给抓回来那个药，挺见效的。大勇啊，快给你婶倒水。哦。不了不了，哎呀，不了不了，大勇，我还忙着了。这，我呀，来跟你们说啊，今年呀雨水大，咱们村都是老房子，要提前预防了吧？哎，你们家这房子几年没抹泥了？呀，好几年了。我还说这两天想把那房抹一下，再把那瓦换了。可我娘这个腿啊，我也走不开呀。这雨不会这两天就下吧？这老天爷的事儿，谁能说得准啊？大勇啊，跟我来，我走了，嫂子啊，干上了吗？你跟我来就对了，快去。哦。大勇，哎，你看见了吧？这些瓦，你把它拿走，你先用吧啊。是，那哪能行呢？这我大成哥给你拿回来。哎呀，让你拿你就拿了吧，啰嗦上了。不是，是你家那瓦也烂的。哎呀，听话了吧？赶紧拿走铺上吧，我还忙着了。哎，是。
来呀，过来，来，拿着，再带上呀，去买点肉，中午啊给大家好好的做一顿臊子面，快去吧。行了，我有钱了，还我的吧，我拿溜就行了。哎呀，还我的吧，你的留着还了吧，快去吧。哎呀，行行行，我看还完你的，你咋办了？划完了，我去你家吃饭。哎，大家听到了吗？主任要请咱吃臊子面了。老嫂子，你这腿脚不好，你在家歇着吧。燕儿，乃平啊，老嫂子啊，也就能给你们端碗水，剩会儿也干不动了。快。咋的了？这是？哎呀，这嗓子卡的不行，咽不下去，喝太猛了，不喝了。去给他弄吧，去给他弄吧。店主任给大家买的羊肉臊子面，快来吃吧。来，快给他吃完了吧，都出来啊！排队了吗？羊肉有份了，排队。好，来来，快买买买。行了，不够还有了啊。快香了，太香了，太香了。哎呀，乐哥，再来一碗。哎呀，我都也挺歇的。哎，这是咋了啊？咋了？没事吧？哎，没事儿，可能是吃太急了。哎，今天休局这么累，大伙去搞快去转转，练练法，好不好？热饭都少不住你的嘴，嘿，赶紧吃吧，吃完把那劲劲用到休局上，别拿我穷开心。今天呢，要是顶不上搞快去的口罩，估计下午大伙休局也没剩心思了，是不是？大家那么热情，你就唱一个吧啊！我也想听呢，快去吧，唱。行了，那我就唱了啊。我姊妹儿啊，开上走，唱两句开花调，哎呀呀，给大家解解愁。哎呀，糊涨了吗？就操操咱们端主人，哎呀呀，又多牛。戴主任，你咋来了？给你送点饭来。哎呀，不想吃，不吃饭哪能行了？白天就没眼见你吃东西。哎呀，你看看你，这是吃的点剩了，快起来吃吧。行了，那你放着吧，我一会儿吃。放剩了，趁热的赶紧吃吧。不想吃。吃了。
子就垮得不行，咽不进去。哎，这有多长时间了？哎呀，挺长时间了，不吃吧。这不对呀，最近老见你吐，这不是回事吧？呀，你眼神可屁事了，赶紧去医院看看吧。哎呀，丛里那么多事情，哪有时间了？过几天再说吧。丛里的事儿再重要，这还有身子重要了？啊，命当紧了。你这万一有个好歹，哎，快快快！哎呀，不行，得去医院了。麻烦了哇，会个哇，会个哇，会上了，我今晚就不走了，住这儿了。你再样子，我还不放心了。Thank you.
醒了，醒了。主上，你醒了。啊，来，起来。没事。哎呀，老书记，你也在了。咋样，泄洪渠修通了吗？放心吧，主任，洪水一点都没留下。镇上一早还打过电话问情况呢，说要好好的奖励我们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大家辛苦了哦，辛苦了。来，下去。没事。那是剩了吗？那是我夹的吧？你夹的窑洞塌了，这些东西是能刨的都刨出来了。都怨我，要不是我用了你家的瓦，那窑洞也塌不牢。哎呀，你说剩了，哎，这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哇。老天爷是让我住新房了是吧，老书记？行了，都回去休息了啊。一个晚上没睡觉，老书记回去休息吧。哦，辛苦了啊，大家回去吧。是，回去吧。主任，去我家住吧，好好睡上一晚上。不来。你回吧，今天我还要去镇里呢，镇长说要跟我说说盖养老院的事儿。我跟你一块儿去吧，顺便看看病。看病以后再说吧。再说个甚呢？那还像今天这样？那咋闹呢嘛？就是，万一要是有个好歹咋办了？行了，我去看病。啊，你们回去休息吧。我去。哎呀，挺长时间了，这刚开始的时候啊，这嗓子就卡得不行，因为上火了，吃了一堆药也不管用。现在吧，吃不下饭，喝不进水了。那你怎么不早点来医院？我们村儿吧，事情多，忙得实在不行。行，你出去吧，把家属叫进来一下。我一个人来的。你一个人来的？大夫不怕，有甚话你就跟我说啊。从这个片子上看，你得的是食道癌。喂，彩霞，是我。哦，妈，那个大成出差了，不在家，有事呢。我就是想看看你们吃饭了没有。早吃过了，妈，你等等啊，我让燕燕跟你说话。行了，奶奶。
爷爷。奶奶。爷爷。想奶奶了吧？想，特别想。啊，奶奶也想你。爷爷，给奶奶唱个歌吧。哦。上了，吃的五谷杂粮，谁还不生病了啊？说的可轻巧，女的再病，能和小病一样了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还有正事要说了啊。盖养老院的事情啊，镇里已经同意了，他们给一部分钱。加上这个折子里的10万块钱，估计是够了啊！把它收好了。主任可不敢再用你的钱了吧？就是了，再也不能用你的钱了。你现在得了这么重的病，这看病还需要花钱了吧？就是那医院里边那就花钱了。哎呀，你们俩就放行了吧。做手术的钱我已经留下来了。行了行了，这个钱的事不要再说了啊！盖养老院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俩了，千万。不敢给我耽搁了，等我老了，我还想住进去享几天福了。行了，走吧。那你去哪儿做手术去？河南灵州。为什么不去大医院啊？主任，你这可是不小的手术呢。人家大夫说了，我这个手术啊，就这个医院做得好。那么远，谁陪你去啊？我闺女。哎，对了。我做手术的事情啊，就咱们三个知道，不敢告诉别人。主任，我这回去医院，要是能走着回来，咱们还一起干，行吗？要是回不来了。你们就按着村委会定下的路数往下走。你咋是说顺了？村里还指着你了。没事儿，我的命硬着了。哎呀，哭上了吗？看你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再说了，我还没干够了，阎王爷不会守我的。行了，走了。大的事儿，你咋不早说一声呢？妈不让说。这么小个医院，能把病看好呢？一开始妈跟我说，就是个小手术，可来了我才知道，妈她就是为了省钱。医生说了，手术很成功。为了防止扩散，现在每天要做放疗。妈这个人，
为了省那200块钱，每天做饭量连药膏都不用。现在把脖子扛着，手都翻出来了，都能看见骨头了。他还安慰我说，有骨头在，就不愁长出肉来。哥，你要是再不来，我就对不住了。休息一下哦。我没事儿，我好好的了。爷爷了，爷爷好吧？哦，我打过电话了，他们就在路上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哦，这人老了，就是想小孙女。奶奶疼不疼？不疼，奶奶看见爷爷就更不疼了。妈，做这么大的手术咋也不说一声呢？你说你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……哎呀，你们不是忙吗？再说了，我这是小病，没事儿，我好着了。妈妈说你不舍得花钱，就好那么老远来看病。不是。奶奶不是不舍得花钱，奶奶是不能瞎花钱，知道不？我知道你是把攒下的钱都花在村里了。要是你的钱花完了，爷爷有，爷爷攒下了好多好多压岁钱给你用。哎呦，爷爷真是个好孩子，你说话要算话了哦，咱们俩拉钩，哎嘿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谁变是小号。记住了哦，不能忘哦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敬老院的工程进展的可是顺利的嘛！啊，段主任住院的事你知道了啊？哎呀，刘镇长，你看这段主任不让说，所以我……哎，是，我现在就到镇上陪你走一趟吧。哎，好。咋就知道了呢？段主任。按照你的意思，咱现在住在村委会，我和蓝英都给你收拾出来了。哎呀，收拾上了，有个床住就行了。那可不行，你现在是咱们村的大宝贝，比那大熊猫还珍贵了吧？就是的嘛，你给村里边办了这么多的好事，那都传出去了。你现在是镇上的名人，你看镇长亲自派车接你出院，不得了的嘛。玉龙，这是干上了。这都是乡亲们给你送过来的吧？哎呀，那你咋就给熟了呢？主上，这是全村人的心意呢吧？你对乡亲们这么好，又给村里办了这么多的好事，人心换人心的吧？听说你出院，一大早就跑过来把东西撂下，我要是不收，他们也不走呢吧？哎，行了，乡亲们的心意我收了。过两天啊，不是养老院盖好了，把这些东西啊都给老人们送去吃吧。啊，行了，我还怕你说我呢。
戴主任，赶紧去看看我给你布置的家吧。家啊！好了吧，住在这儿，以后丛里有事就方便了啊。奈平，哎呀，奈平，老嫂子，你来了。奈平啊，你说你啊，做这么个大手术，咋就不和我们说一声呢？奈平啊，出院了，到我家住。老嫂子把你当亲妹妹，好好的伺候伺候你。嫂子，不麻烦了啊，你看他们都给我安排好了，我就住在这儿了啊，不麻烦了。奈平，你不到我家去，是不是把我当外人了？老嫂子，不是。哎呀，嫂子，奈平，老嫂子求你了，行不？好，我去你家住，行了吧？好，好。尊敬的各位领导，还有我们法底村的所有乡亲们，以及我们即将入住养老院的叔叔婶婶们，大家上午好！法底村养老院竣工典礼现在开始。